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对行政院院长施政报告继续质询。今天进行立法委员个人质询、外交及国防组之质询。现在请洪委员持用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主席，我们请院长跟冯部长。院长，还有国防部长。洪委员好。院长早。早。委员早。好，部长早哦。好，院长跟部长，今天呢，我这边要关心的是我们军中这个自杀的一个问题哦。其实今年已经发生了21起哦自杀的一个案件。好，首先我要讲到的是哦，近几年我们一直在推动募兵制哦，所以呢，其实我们一直在加强推广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从广告面、从形象面，我们做了非常多的一个努力。好，那这个广告拍得非常吸引人，这形象也做得非常好。所以其实很多的一个年轻朋友呢，他因为这样的广告，他被吸引，他加入了我们的这个军旅的一个行列。好，但是可能这个我们广告拍得非常好，他进到军中之后，发现跟他想象的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他可能产生一些不太适应的一个状况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三年来，好，这个我们军中自杀的人数有上升的一个迹象。好，那从17年来，我们可以看到说，国军在军中自杀身亡的一个人数有430位。好，这个数字我认为不算少。好，那这三年来，从103年、104年到105、105年，今年哦，总共哦，今年有自杀的案件是21个人次哦，那已遂的一个人次是18人哦，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我想要请问一下部长，当我们员额不断的在下降哦，那我们役期也不断的在缩短哦，那为什么哦，我们到今年哦，在105年，我们在9月份哦，才过完前三季的这个时间，我们这个人数哦攀升到21个人自杀。院长跟部长，你们认为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跟洪委员特别说明，我想我们会应该是要让军中的整个环境啊做一个整体的了解啊，因为这些原因可能是不一样。那么细节的部分，也许可以让洪部长能够说得更清楚。好，来部长请。给委员报告。我们这个统计啊，跟分析了以后，发现这些制裁的，或者是制裁未遂的，他们至少有三大类。第一类啊，是我们极难掌握的，就是他的家庭因素。家庭的因素之外，第二类就是他的感情因素。第三类呢，是在军中的适应的状况。第三类我们做的最好，因为除了我们部队有心腹之外，我们也结合了医院，甚至于民间的机构，形成3层的防护。我们第一层是我们去了解状况，第二层呢是送到医院呢，去加以去辅导。第三层呢就是说，假如发现他的精神问题不能适应的话，我们给他办试退，或者是让他在这个精神的病院，我们轻度的我们来给他治疗，这样子来减少。那么我想我们应该是日趋啊，将来会减少才对，不会再增加。好好，部长你说的哈，未来是减少不会再增加，我们不希望哦接下来还会有这样的一个事件一再的一个发生哦。好，那部长你刚刚有讲到哦，这个你所谓你分析的三大原因哦，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哦，今年哦这21起的一个自杀的案件里面哦，我们21位哈，有将近一半是自愿役的这个军事官，是的，对，那有一半呢是自愿役哦。那自愿役的一个这个自杀的原因，大部分就是刚刚部长你说的哦，就是因为感情的因素跟家庭的因素，就是无法控制的，他外在的一些因素。好，但是自愿役，好，自愿役里面有5位，他是因为工作压力而选择自杀，好，那占了一半。
哦，那如果说呢，我们来看一下，你整理出来的就是国防部整理出来的资料，因为工作压力去选择自杀，全部都是自愿意。好，所以因为工作的问题去选择自杀，就是我们这个投效我们军旅的自愿意的这些同袍。好，所以我今天我要问到是说，其实上一个会期我已经有问过了，我们过去20年我们的这个兵力一直在下降，减少了将近一半。好，但是我们的这个军旅的这个业务跟文书跟杂务其实没有跟着等比例的一个下降。那上一个会期我有问到说，我们到底国防部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做法来减去这些不必要的文书跟业务？那现在请问部长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个做法？这个我想给委员从两方面报告。第一方面呢，就是当然我们国防部一定会下令要各部队减轻他们的这种不单是生活上的负担、公文上的负担，还有工作上的负担。那么现在我所知道跟了解的是，我想公文上的负担呢减轻了大概至少40%。那么生活上我们已经加以改进了，我们比如说礼拜六礼拜天的操课，我们尽量以礼拜六的半天为主。那么礼拜天呢，我们让他有一个休闲的时间、球类活动的时间，甚至于我们开放给家长来探亲，或者让这个有家眷的来探眷，这些的效果我都觉得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好，这等于说是有一种改善。我想我很乐观的讲，以后的情况会有改进。好，部长，我真的觉得你真的很乐观。好，那当然我也认同啦，那也希望鼓励我们这个国防部要继续努力啦，因为针对于工作压力这件事情，其实本办公室其实一直都有收到一些陈情的一个案件，那他们也都表示他们这个工作业务的压力很大。那当中其实这几件自杀身亡的这个案件也有跟本办来做一个联系，然后他们的确都是反映说他们在部队里面的一个业务跟这些杂务实在是太多了，让他们承受不了而选择这一条路所以我今天要再提的就是说，您说已经减少了40%的一个业务那我希望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数据，而不是只是部长上面自己口头上面讲出来的一个白话那这部分呢，我们也会再跟军中的这些弟兄来做一个求证，是不是真的有达到部长你所说的降低了40%。好，那接下来我就要来跟部长请教，刚刚我们在讨论心腹面的问题。好，心腹面呢，就如同刚刚部长讲的，我们现在的三级防处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是发掘这个问题嘛那第二个是辅导，那再来是三级的医疗。好，这个国防部给我的一个书面报告是说呢，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三级防处其实是非常的健全那人力也没有问题现在的这个宪兵比的比率也够高。好，但是呢，上次次长在立法院备询的时候，他有讲到说，过去10年呢，有50,000的这个弟兄朋友他因为精神的压力跟工作的一个情绪那最后他要去就医那也有因为这样子精神的一个问题而去退役。那近年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而去自杀的，这样的这个比例攀升，他觉得这个心腹的这个制度呢是有出现问题的。好，那我想要问一下部长，到底是这书面报告有问题呢，还是我们次长讲的有问题？你觉得呢？我个人觉得对于这个次长所提醒的，他这都是按照一个规定的数据来给您做一个答案的。那么实际上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不但是自己，我们曾有3层的防护，我们也跟外面的心腹的这些专业的单位也培育了我们至少有18位专业人员，能够这个吩咐到各个地方去讲学，甚至于去了解各部队的状况，他们的工作的状况都能令我们满意。您说我非常的乐观，我在想，我说我们很多的事情都在改进中，我想请委员的指导以后能够刮目相看。好，来，但所以这个，我想你是认为说我们这个报告写得非常健全，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我就来看一下一个数字104年跟105年，我们经过这一个三级防处我们的这个列管的一个个案是6096件那但是呢，我们最后选择自杀的是5个人。这个比例感觉好像还不错就是我们有列管的是6000多个，那但是最后自杀是5位。好，但是我们如果反过头来看一件事情，我们今年105年
总共有21件，然后去年有20件，总共41件里面，却只有5个人是接受列管之后而去选择自杀的。但这个比例来看呢，我们这个列管，我们掌握的这个比例只有 12%。来，部长，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想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以后啊，各级的部队长都会做一个检讨。那么我个人的了解是，我们还应该再把心腹的工作再加强，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干部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当然是有限，除了工作跟教导之外，那么最重要的，我们现在还推行一种制度，就是希望啊，他们同僚之间，比如说睡在他旁边的人、同房间的人、这个同一个班的人，大家都能够发挥一种爱心，能够互相的勉励，这样子的话能够了解他为什么会很沮丧，或者他的行为为什么会异常，或者是他的情绪为什么那么激动，像这些方面我们都能够逐步的增加我们去对部队的了解。我想您举的例子是我个人觉得非常遗憾的，那么我非常期待我们经过改进以后会有更好的结果。好，部长，因为我看的这个数字，我是觉得，当然我们刚刚从6000多个案件去看的话，当然觉得这值得鼓励。但是呢，如果我们又反过头来看，就发现说还有36件我们是没有掌握到，这其实我是觉得还蛮有问题的。我也希望国防部能够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再做一些检讨。那刚刚我们讲的心服体系，军中所做的这个心服的制度固然重要，但是呢，我们会发现说，是不是有一些同袍他不敢，或是他也不愿意跟军中的这些长官来诉苦，他觉得他不信任这样的一个制度，他可能觉得他讲的没有用，他觉得他是长官，所以他会有一种畏惧的一个心态。所以呢，本席这边有一个建议啊，就是我们除了把军中的这个辅导的一个制度做好之外，我们是不是要加强来引进民间的资源？因为其实我们觉得像张老师或是社工师这样民间的一个资源，其实如果说这些弟兄朋友他们觉得说不敢跟我们的长官来诉苦的时候，他可能会愿意跟张老师或者是其他社工师来做一个沟通那其实我认为说这个不是什么专业的问题或许我们的这个刑辅官他们也非常有专业，但是这是一个角色的问题如果说今天我们能够有一个不同角色的人在军中发挥这样的一个功效，我认为这或许是另外一个解套的一个办法。那部长跟院长，你们认为说来加强引进民间的资源，你们对这样的一个建议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洪员，您提到的这个部分，我想是应该是未来的一个潮流和趋势。那当然，也许国防部在这方面也许已经有一些规划那么我们应该是针对就是如何让民间更专业的人是能够一起来协助来做心理辅导。那这个是必要的。来，部长，那您的想法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吗？我觉得委员的指导非常的正确，我们会立即采取步骤来进行。好，那我下次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希望有具体的一个做法跟成效，可以吗？可以的。好，来，再来我就是提醒一件事情，以今年的一个自杀的一个案件来看，我们只要发生了一件之后就会连续发生，我不晓得部长跟院长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其实今年非常多这样的一个新闻，那尤其是在8月28号到9月4号，这八天当中发生了4起案件。好，这个我们是在思考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军中的这个比较封闭它的这个容易去感染这样的一个气息，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会扩大。好，那针对这样的问题我是提醒部长如果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如果我们只要一发生一起，那接下来会有连环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应该在发生第一起的时候就提高警戒不要让这样的一个遗憾继续发生所以这是我另外要提醒的事情。来，再来因为剩下一点时间，我想要问一下军事预算的一个问题来，院长，2000年以来我们3位历届的总统，他们都希望我们的这个国防的一个支出能够达到 GDP 的 3%。好，那过去跳票了16年，那明年一样也跳票了。好，那明年的一个支出呢？我们现在编的一个预算国防支出是3102亿，那占的 GDP 大概是 1.8%。那离蔡总统他希望的这个 3% 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那也离部长希望的这个4000亿
也是还有不少的一个距离啦哦。那院长，我想请问一下哦，这样的承诺每一届总统都做过哦。那我想要问一下哦，在这个四年内哦，小英总统的这个第一届的任期以内哦，你认为说达到这个 GDP 3% 的这个预算有这个机会吗？第一个我跟宏源特别说明啊，根据我在过去在智库经验，我的了解，蔡总统从来没有承诺说一定要做到 GDP 3% 的国防支出。那么通常我们是把它当成一个，这是一个就是理想的目标，但是我们并不承诺它可以做到。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家目前的财政状况下，不可能有这么高的经费用在国防预算上。那我们认为呢，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承诺，就是只要是对国家防卫必须的一些武器的采购，这个部分我们不会有预算限制，因为这个采购有时候它不是每一年都会有，它是按照我们的实际需要，那么在某些年度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设法去筹足够的预算来取得这些武器设备。但是好，谢谢洪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我们请罗委员质证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主席，可不可以邀请林院长以及外交部李部长，请。林院长、李次长、李部长，罗委员好。院长早。院长，你知道你任内最重要的外交的工作是什么吗？外交工作，当然这是总统的职权，但是作为一个执行者，外交上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重点。这个部分请罗委员指教。就是新南向政策。整个新政府对于外交一个很重要的战略部署，就是新南向政策。媒体非常关心，部长可以请问一下，我们驻新的大使到现在已经悬缺5个月了，将近5个月。从519前任大使张大同大使离任之后，到现在已经悬缺5个月了。最近传出所谓生变这样的一个人士，到底有没有？部分是不是请李部长来说明？部长请说。罗委员，那个。驻新加坡的人士啊，在一个多月以前，报纸上有一些传闻，对，但是这个传闻外交部从来没有证实过。那目前呢，这个驻新加坡代表的人士呢，我们还在人事作业中，所以说还没有到可以发布的时候。但我们知道8月的时候，因为前已经宣誓的将代表江大使的这个事件，可到现在已经2个月，征询的过程需要那么久吗？因为新加坡跟我们的关系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关系，所以说是总统呢，这个是可以说是思考再三，所以还没有定案人事。因为这牵涉两个部分，一个是国内的作业部分，一个是国外作业部分。国内作业部分呢，我们还要先请院长同意，还要签。可是部长已经从8月到现在已经2个月，如果再加上前面三个月的话，已经将近5个月，对，没有大使在新加坡，我们不是要展现对新南向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决心吗？不，当然我们的代办，我们的公使还是继续存在。那因为这个过程的确是很复杂，那部长最快什么时候可以确定人事？我们如果顺利的话，我想起码还一个月，还要再一个月，起码还一个月，所以11月左右才有可能最后人事的定案。对的。就是对外发布跟宣誓。对。那如果这样的话，在就任可能到12月喽。我们当然就是说，人选一旦经过双方同意之后，我们会尽快，希望他能够上任。尽快好吧？因为新南向政策我们不断宣誓，结果最重要的一个新加坡的人士拖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是的，事实上，前任大概是7月才走了。对的，但是519他已经提辞呈了嘛，对不对？对。OK， 那个院长，我请问一下哈。新南向现在到底它的指挥跟决策架构是怎么样？因为我看到好几个单位，包括总统府的新南向办公室、院里面的所谓经贸谈判办公室，还有国发会，还有外交部，到底决策在哪个单位？
跟罗委员特别说明一下，目前我们有一个战略的小组是在总统府啊，那么他主要是谈这个新南向政策的一些价值取向或者一些重点，那我们也会跟总统府那边的那个办公室人去做一个沟通和讨论。所以战略跟决策是在总统府。但是政策的部分呢是在行政院有一个南向政策的小组啊，在那个决策小组。行政还有一个小组，对，那经贸谈判办公室到底是什么角色？是这个小组的，等于是对我负责，那我是这个小组召集人，对，就不要叠床架屋了啊、不会，从决策到执行到那个协调的角色要非常的清楚的分工，没问题，因为我一直找不到到底是哪个单位应该来备询南向政策，如果有个单位是哪个单位，经贸谈判办公室还是外交部部长？这个部分我想应该是这样子来讲了，就是说如果说是从经济的部分的话，那当然因为它是一个综合各个部会的规划了啊，那经济部分应该是就经济部长，经济部长这比较多，但是很多规划呢也是经济国发会陈主任委员也是他的有一些规划是交给他的。好，就请院长尽快把组织架构理清楚好不好哈。谈几个政策的部分了，我们新南向不断强调双向包括观光的部分。国发会在九月提到，就是要便利观光客来台，将放宽东协跟南亚国家来台的观光签证，没错吧？是的。好，但是部长你很清楚啊，现在我们领务局对于所谓特定国家有不予发行观光签证。那个是因为有各种的安全的，这我了解。还有过去，部长您知道南亚国家有多少国家我们给他观光签证吗？南亚国家六国里面有几国我没有给观光签证？大部分都没有给。没有，包括部长。六国里面有五国我们不给观光签证哦，包括孟加拉、不丹、斯里兰卡、尼泊尔、巴基斯坦，有些国家我可以理解啦，巴基斯坦啊等等的。可这六国里面有五国我们不给观光签证哎，不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稍微检讨或调整的可能，否则就只有一个印度啊。只有印度，那我想这也是我们领务局的这个。跟观光局啊，他们综合讨论的一个结果。所以目前还是只开放印度，对观光签证，对的。所以其他五国还是不开放。因为其他几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这个程度上面来讲，恐怕也不符合于这个出国观光。不一定啊，有些国家它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很快啊，包括孟加拉啦等等这些国家，它中产阶级也出现了。是啊，对是，但是它因为过去。有些滞留不归的情形，非法打工的情形，所以那这样等于就是说，我们观光这一块，南亚就只有印度，其他都不重要了。因为只主要印度一个市场就12亿人口了。我是只要提醒部长，就是我们内部还是要做一个定期的检讨。我们会定期会检讨，就好像东南亚国家一样，我们开放那些国家的免签或落地签，事实上也促进了观光的一个进展，对不对？好，部长，我想请问一下哈，高层人士的部分了，但今天媒体。我做了一些评论了哈，当然不是针对人的部分，我是针对那个角色跟分工的部分。院长你也稍微了解一下，外交部有所谓五长啊，包括部长，还有三个次长，啊，还有一个所谓主秘，五个五长里面，部长你是唯一有所谓亚太经验的，因为你有外放到澳大利亚，其他四个次长加主秘里面没有一个曾经有亚洲经验。我想因为我们三个次长啊，中间大概没有一个超过一年，都是新任的。对。那因为我们考虑一个次长的人选，可以说是很多的层面的考量。我当然了解，但是部长我要特别强调一下，为了宣示我们对南向政策对亚洲的重视，结果目前看起来，但你跟你讲都新任的啦，可能未来要调整的可能啦，但是我们四个所以三个次长加上一个主秘里面没有一个有任何亚洲经验。我想将来这个我们在做下一次人事更迭的时候我们会列入考量，因为这个有象征意义有重要意义，因为我们次长里面没有亚洲经验，或者说现在负责的是长次啊，李长次啊，我对他个人没有意见，他有非常的好的经历，但是你也知道外交的互动上，当别的国家亚太国家来跟我们的次长级互动的时候，发现他是三个次长里面最小那一个长次，是对，我想以后我们会列入怎么彰显我们对他们重视，对不对？是的。所以部长下一次在做必要人事调整的时候，务必要有亚太经验的人选在我们的次长里面，我想我们一定会列入重要的考量，谢谢罗委员的指教。好，人力部署部很快谈一下哈。
那个院长你也稍微了解一下，因为我们最近在谈所谓外管的裁撤或整病的问题，我们总共119个外管，对，而五人以下的管处有49个，占了40%。换句话说，我们在外的管处基本上都是小的管处，对，对不对？对的。好，这个是总体来看，如果我们更仔细来看，那更惊人了。以区域来分的话，亚太地区有60%是五人以下的管处，是。北美地区，简单讲，北美就两个了，美国跟加拿大了。北美地区多数都是大管，只有12%是五人以下管处，而人数最少的管处大部分都在亚太地区，接下来是非洲、欧洲、拉美。所以外交部因为我待过了哈，天下第一司叫北美司啊。现在应该已经不是了，现在已经不是了。我在的时候是，现在不是。你在的时候是啊，现在不是啊。但是你注意到没有，我们所有的亚太的管处都是五人以下管处。我们对外讲说我们要重视南向，我们要重视亚洲，结果我们地方一比较起来，美洲、美国连办事处都比我们代表处人要多。因为有些 亚洲国家它对我们有这个员额的限制，有 quota。 对，但是有些是自我们自我限制的关系嘛。我想这个我们会调整，当然你也晓得也不是马上能够一下子做得到。没有，因为我们要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是。当我们这个国家全绝大多数，但觉得美国重要了，但是如果我们要不断强调我们是要回到亚洲或者更重视亚洲的话，我们从人力的部署，从资源的分配，亚洲都最少的时候，甚至连次长这个主秘里面都没有一个亚洲背景的时候，怎么对外来做象征跟实质的意义呢？对，我想罗委员的指教非常有道理，我们一定会认真的考虑，而且我们会执行。Okay. 接下来就是最近谈裁撤跟整病的部分。对，部长，我从来没有要求哪一个管要裁或不裁，是的，因为那是外交部的 权责，也要送到院里面来报核定。对，但是整个的方向要很清楚。对，他裁撤的目标目的是何在？我想我们的不是为了省钱了、啊，部长。当然不是为了省钱。对外部长讲说为了省钱，那个是错的。省钱是最后的一个标准。那事实上我们有我们的战略考量，而且我们有我们的这个所谓成本效益的一个考量，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考量。简单讲，我们要战力的提升跟发挥，这才是重点。对的，绝对不是为了省钱啊。不是。有人跟我讲说，一年才省2000万，干嘛省？不是，事实上不可能省钱，因为这个钱是在一个铺，这个铺我们也不能挪到别的用处，只是这边省了，比如说4个馆，我们这个4馆钱要挪给其他的馆用。对呀、啊，这样子、所以基本上资源是要重分配。对的。目的不是为财而财。不是，更重要，裁撤的标准何在？最近要提到裁撤汉堡的部分，很多人就有不同意见跟看法。对，所以我们很慎重，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签请院长和这个核实。部长到时候一定要提出那个裁撤的标准何在？会的。好，不是叫各地狱师报上来，我就把它裁掉了。标准何在？这一定要特别，还有目标跟期程，好不好？对，好的，一定有的。那个院长跟部长，这个有没有一起来面对的问题，叫外交替代役。对。啊，外交替代役是我们外交政策里面从我们民进党第一任的时候推动的政策。对，而那个政策到目前是非常成功的。为什么？我举个例子，外交替代役的人数从103到106，过去4年来看，好，报考人数跟招募人数啊，就看得出来，很多人年轻人想参与外交替代役，录取率才10%不到，哎，每年报考人数都800多、600多。去年是因为今年啦、啊，是因为我们定了一个所谓英文检定的一个标准啊门槛，否则应该都是800多，而录取大概不到80，所以录取率是非常低的，而是很多人想参与外交替代役，对不对？对的。部长，你知道现在外交替代役当多久？现在当10个月。到国外10个月了。到国外到国外现在是九个多月了，7到8个月。7到8个月。因为现在的这个服役啊都是一年了。所以他基本上要受训，4个星期。4个星期是我们外交部受训，之前要成功的2个礼拜。对，所以实际上到国外大概不到10个月了。对，7到8个月。OK， 那外交替代为什么重要？你看这个表，这么多年来，10多年来，我们总共有1000多个年轻人服过替代役。更重要的，服过替代役里面还有将近100个人继续留在农技团、技术团，还有考进我们外交部服务。
对，考进外交部的很多嘛。对，所以他已经帮我们做了一个人才筛选的工作。对，我也必须讲，这是当年这个罗委员在我们外交部担任颜色会主委的时候的规划。所以这是我的 baby， 我很在意。对，是你的 baby。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是好的政策。为什么？我们刚才提过了，他提供了我们外交人才，还有海外技术团队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对。可是部长，我们现在变成一个危机耶。的确，现在就是全募兵制啊。现在是有一个空窗期。我想，我跟国会也在研究，看看中间是不是有一部分他们愿意再延。没有，空窗期是那三个月，这我了解。现在讲的是，国防部现在他们也是投一个头两个大、啊，因为从83年次以后的这个志愿役这个役男，他可以有三种选择：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六个月的国内替代役，还有十个月的外交替代役。换句话说，以前大家都一年没有差别。现在以从这个大概慢慢明年以后，要服替代役的话，你是十个月替代役。对。而军事训练只要四个月。对。在国内只要六个月。对。部长，我们部内已经开始做影响评估没有？现在我们还没有，因为我们觉得就外交替代役还是有它的一定的这个效果，它可以精进它的语言，扩大它的国际视野。我想这个，可是部长不能等到明年要开始招了之后才发现，哇，突然间降到剩下60个、70个，不要以为不可能哦。所以说是另外我们也在准备有其他的这个志工的做法。这个志工不见得是年轻人，我们认为很多刚刚退休但是精神体力还很好。所以部长，你是觉得要用志工取代替代役吗？在某个程度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还是要思考一下，我们到底创造什么诱因跟这个制度的改善，让替代役能够继续下去。对，我们另外事实上也还要考虑到成本效益的问题，因为一个替代役大概一年要花到68。可是我们已经找不到技团的人了，我们找不到技术团队的人，找不到了。技术团队当然它的成本更高了。对。那替代役相对比较少，但是它的这个。谢谢罗委员，谢谢林院长。周委员春米之质询已书面提出，请行政院书面答复并列入记录，刊登公报。现在请蔡委员适应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院长能不能请我们行政院院长还有我们的外交部部长先上台？请林院长还有李部长。蔡委员好。好，院长好，部长好。简单一个问题先问一下院长跟部长。接着我们刚才我们的罗志正罗委员请教的问题，就是说目前我们的驻新代表啊人事是不是还在作业当中？是的。好，那我想请教一下，目前我们原来大家在推测的是我们的黄志芳要来派任驻新代表齁，那目前还在作业的关系，想简单问部长一个问题，目前来讲仍然是不是呈报黄志芳黄大使，还是有另外替代的人选重新核报？9月初的时候我在国外看到这个国内的网络报道，黄志芳先生要出使新加坡，事实上这个跟我们的了解不同的。所以你讲的不同是自始至终黄志芳先生都不会出任新加坡的大使就对了。我想现在的这个目前的规划并没有计划这个让黄志芳先生去新加坡。OK， 好，谢谢你，好，谢谢我们的部长。所以反正部长讲得非常清楚，目前我们的规划里面，到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规划的驻新加坡的代表人选黄志芳并没有放在里面嘛。是的。好，好，谢谢部长。来，接下来我请一下我们的院长跟我们的国防部部长就备询台，谢谢。院长，我想这样吼跟部长，首先第一个先请教你哈，最近这个新闻非常火红吼，据报载吼，我们目前这个空军的 P-37 反潜机啊，要它从空军的管辖改到海军的管辖，有没有这回事？院长、部长知道吗？让那个冯部长说明我好不好？
有没有这回事？报告委员，我没有听到过这个事情。好，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的 P37 的反潜机还是在空军的部分管辖，就对了。对，他们还没有完全回来，然后呢，回来以后还没有完全接受战备的训练。所以从头到尾，这个就是放在空军，还是会放在海军？现在是在我们空军。空军嘛，哈 ，OK， 所以也没有规划说把它移到海军去，没有。我个人没有听说有这样的。OK， 好，谢谢部长哦，好。接下来第一个想请教一下我们的院长跟部长，这是我们昨天的双十国庆的庆典。我之前在立法院询问的时候知道说这一次我们的主题叫做国军英雄嘛，救灾英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非常的我们的英姿非常的非常优秀。那这个优秀过程当中事实上代表着我们国军啊对于我们的救灾整个是非常的认真。我想院长在这几次的风灾院长都第一线到现场去看到我们许多的国军的认真跟努力跟付出，我想院长在这边要不要对我们的国军弟兄说一声谢谢？是的，我想我们整个国军在过去几次的这个就是台风的灾后的协助我们当地的居民啊，那么克服这些风灾的灾损的情况，其实都做得非常好，而且非常认真，他们也非常卖力。我去了几次之后，我都觉得他们是一个非常纪律。非常严明而且非常有效率的一个部队。 好，我想由院长的口中亲自说出对我们国军弟兄救灾的这样的一个称赞，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国军弟兄会对越来越有战力而且愿意来做这件事情。接下来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个救灾的过程当中我要谈的就是第一个我们的救灾的费用。我这里有一份资料就是我请国防部提供给我们整体的救灾的费用。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事实上啊这个救灾的费用啊，到目前为止这是一个问题，到底谁出这一笔钱啊？按照目前国防部写给我们的公文吼，我想知道，想请教一下院长，你在主持中央的这样的一个防灾搜救的相关的会议里面啊，您知不知道之后灾后国军出勤里面这笔费用由谁来负责？这个问题我倒是现在才知道，我不了解各县市有积欠国防部救灾款项的事情。好，那我直接跟院长说明一下吼。这个是一个表成本的，这按照国防部写的给我们的公文写得很清楚，在2009年算到2016年，总积欠金额达到15亿。那后来中间中间曾经开过会，把所有的案子取消，由国防部买单呐。那从2013年到2016年开始，事实上金额有1500多万，其中哦，这个积欠款最多的，我们可以看得到，第一名的话应该是新北市，接近1000万，接近1000万。好。那我想请教一下院长，对于这个积欠的金额啊，目前是国防部先行垫付了，我想请教一下院长，你认为应该要怎么处理？这里有四个做法，一个就是国防部自己编预算把它处理掉，第二个动用行政院的第二预备金，第三个地方政府应该来负担这一笔费用，或者是主管灾害抢救的内政部来做统额的一个支付。我想院长你必须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跟蔡委员特别说明哦，第一个这个部分要看积欠的内容啊，到底是谁积欠，到底在什么地方？地方政府的灾后复原请求国军的这些费用。对，他请求国军协助的部分啊，如果是全部都是由国军这个支付，或者说部分由国军支付，这个应该有个制度在了啊。那我们去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好不好？我想这四个部分大概是一个选项的做法，然后就是按照现行的状况，目前所有的预算是由国防部来垫这一笔款项的，然后那我觉得说不论是采取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第四种，我希望院长能够近期内邀请相关的单位来做一个最后的决定。院长可以做得到吗？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就是我们来专案来处理好了，好，因为这个部分按照灾防法的规定其实是应该有一定的依据，如果没有依据的话，我们看是不是需要以后定一个标准，好不好？好，谢谢院长。我想这个部分也是解决我们国防部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在审查国防部的预算的时候也发现他有这一笔的预算卡在那边，一直没办法做有效的处理。那部长你对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吗？就按照院长的指示来做后续的处理。是的，这个我们这个所谓的积欠款呢，我们大概就是在救灾过以后，我们做年度的检讨，然后我们给这个行政院救灾的灾害防救办公室一个函，就是我们大概是花费已经带电了多少钱嘛，对，对不对 ？OK， 好，那到时候就请院长，这些钱都是要缴回国库的。好，请院长到时候主持专案会议的时候来邀请相关单位来做最后的协调。好，接下来就是说我刚刚讲为什么特别讲哦，我想再讲一下就是地域跟战斗部队加急这件事情哦，这个国防部啊。2016年目标要募兵16360个我们的员额，那实际上
我们在今年度哈，2016年我们要16000，但实际上只募到了11772个，但是到9月为止而已啦哈。我想先问一下院长跟部长，我先想部长，你认为今年度能够达到募兵的100%要求吗？你自己来看，可能有困难。今天早上他们给我提报的是，我们有信心能够达到16000都可以完全达到。是的。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哈，这个募兵这件事情哈，为什么特别在这个国会殿堂要请教一下我们的院长哦？我想募兵不是只是国防部个人的事情而已，事实上募兵是国家整体的事情，代表国家的我们的国防政策是很重要的一个状况哦。那为什么我们要募兵的员额？事实上我们要完全的取代我们的义务役嘛，改成全募兵制。在这过程当中，对于我们军人的相关的权益，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为什么特别提到地域加级跟战斗加级？我简单跟院长跟说明一下，我想部长很清楚嘛。部长，什么叫做地域加级？什么叫做战斗加级？地域加级就是说你服勤的地区，比如说你是外岛、艰困地区、本岛或者是艰苦的地区。是，那战斗加级呢？战斗加级就是你在战斗部队的，从事战斗任务的，跟勤务部队有所分别。OK， 这也是军方跟一般公务员最大的差别。好，那再来接一个图哈，这边这个目前是我们中央各个单位哈所核定的一个地域加级，就像院长您看一下哈。这里面我举个例子来讲，像以在澎湖来讲，澎湖的马公、白沙、西屿，它的补贴金额是5840块，它的吉贝、万安、七美，这个更正打错，它的金额是7730元。好，那而且它看得很清楚，在公务员的部分，它是按照年资在增加的。哦，这个先跟院长，让院长知道这个，这是我们目前公务人员、公教人员的部分。可是啊，在军方的部分，你看一下。军方的马公白沙只有4000多块，吉贝万安5000多块，几乎少了1成到2成的金额。然后呢，也没有年资的加成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同样的军人跟公教人员在同一个地点服役的过程当中，光这个地域加级的金额就不一样。我想请教院长，你觉得这个合理吗？这个部分要看实际它在那个地方是不是有差别了，所以我不太了解它这几个岛屿之间的这个，我 就同样那个岛屿啊，我再看一下啊，这是公务员的，我举个例子来讲，哦、你看到了他是军中是不是？对啊，我想这是以澎湖来看，马公白沙西屿5800，吉贝万安7700块，而且有账年资哦，每一年他就是加2%，一直加上去加上去，然后最多可以加到10%。举个例子来讲，这个是指在这个澎湖的部分，可是相对的呢，我们国防部的国军地域加级的部分，您看到了没有？马公白沙4600，吉贝万安5000多，就一个明显的差额，而且呢，没有按照年资来增加。公务员的部分，如果这边待得越久，还可以给他年资的加强。我从这个部分这个问题，简单的就是跟院长说，这就是目前我们国军在地域加级这个不合理的地方。我刚才讲过了，要推动募兵制，不是国防部的事情而已，它是整个国家整体的政策啊。可是我们告诉这些军人说，我们邀请你来担任募兵制的军人的时候，跟他说啊，不好意思哦。你的待遇比公务员还少，你觉得这合理吗？我们理论上要比公务员更好才对啊。这个部分我可以请那个人事总处啊来通盘来检讨一下哦，看这两个制度之间哪一个合理性比较好。谢谢院长。那院长能不能请你给我一个时间，就是说针对这件事情，你希望在什么时候能够检讨出一个方案出来？至少有先方案出来。我想应该是在。我们请任总处在这个会期结束之前，谢谢部分来做个了解。谢谢院长今天做了一个重要的宣示，蔡委员做个说明。对地域加级的部分，我们希望在这个会期之内，人事总处能够就国防部以及公教人员的部分做一个统一的检讨。我想这个非常的感谢院长哦。再接下来，另外一个叫做战斗部队加级啊。那刚才部长讲得很清楚哈，就是刚刚院长你也听到，就是说对于我们现在的部队里面，因为它的特殊的特性，所以我们对于某一些部队有战斗加级哈。那我想院长，我想不晓得您晓不晓得什么叫战斗加级？我想刚刚部长讲得很清楚了哈。那这里面哈，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在103年呐、啊，这个马英九任内核定了这个战斗加级之后，发现哦，当时的核定内容有一些粗糙啊。什么样的粗糙？部长您说明一下。我们讲的战斗部队啊，大家都以为是在前线作战的部队而已，但这个战斗部队里面，根据现在的这个作战的形态，我们想像化学兵。工兵、通信兵在所有的战斗的这个部队中间都不可或缺的，因此呢，这些我们也把它归类为战斗兵种。但是它都没有被纳入嘛，对不对？目前是没有的嘛。目前是没有的。目前都没有。我想院长您听好了，我再讲一个有趣的哈、哦。
这个我们的总统啊，我记得没错，在上个月曾经视到我们的金门，没错吧？部长有没有这回事情？是的。好，他到了金门去看的什么单位？他有去看我们的海龙部队，还有两栖征收营嘛，对不对？对的。两栖征收为什么总统要去看？因为它是一个我们重要的军事单位，没错吧？结果两栖征收营有没有纳在战斗部队加级里面？它是放在二类啊。所以我刚才讲的，委员长，您听到我讲的意思了吧？总统去视察的这个第一线的作战部队，总统认为很重要的，结果在过去103年马英九任内核定的时候，因为核定的时候有点粗糙，这个部分就没有纳入，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好，所以在这个部分，那我要为什么这样讲哦？今年的7月15号啊，国防部就已经向总统那边有提出了这个重新的检讨的修正嘛？部长是不是有这回事情？是的，有的。好，那我想请教总统府那边好像还没核定，是不是？总统府说我们希望能够依照行政院整体国家财力的考量再来协调就对了。对，再来协调。好，那我这边我也要拜托一下我们院长，因为院长您管整个国家的全国的所有的行政事项，那就这个部分，根据我所询问到的金额，大概总金额大概是12亿左右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预算。那在这边我也要拜托一下我们的院长，除了刚才您讲的地域加级之外，就这个部分能不能也请我们院长来通盘的考量，这些该做的就应该让我们的军人得到更有尊严。第二个就是说，对于我们的募兵制，我相信会更有成效。我想院长这个部分，我的这样的一个说明，我想院长你应该听懂我的意思吧？好的，谢谢蔡委员指教。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就请任总书一并跟刚才那个部分一起来检讨。好，谢谢院长，因为我想说这个对我们整个国军来讲，非常的重要。有几次我们外交国防委员会去视导，去探望我们的许多基层官士兵的时候，我们最常被提到的就是这两件事情，一个是地域加级，一个是我们的战斗部队的加级。那非常的感谢我们的院长愿意就是能够开始就这件事情能够做一个新的检讨。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个武器老旧的问题，之前我们刚才有询问到说 GDP3% 等等，那个我先不管，我想这边简单跟让院长知道一下我们的国军目前的窘境啊。M60A3 战车目前服役20年， UH-1H 通用直升机40年， CM11 25年， M109 炮20年，这都还好哦。我们的 C13 洞30年，我们的 F51 战斗机接近40年， S70 30年，我们的两艘海狮旗的潜舰目前服务70年，我们有10艘两栖的登陆舰服役58年，我们有6艘济阳级的巡防舰目前服役44年，我们有4艘基隆级的驱逐舰35年，都非常的老旧，这样的老旧让我们的官士兵的生命造成非常的危险。但是还有一个最老旧的，这个叫做大字号救难舰队，73年，非常的久啊。我看到这个资料我自己都吓一跳。所以为什么我们大家认为说我们的国防设备必须要做更新中重新检讨，我们很多的委员就询问，也希望让院长了解，就是我们看到的我们国防国军的设备有许多的战备的武器事实上是非常的老旧的，我也希望我们的院长能够深深的。好，谢谢我们蔡委员，谢谢林院长。报告院会外交及国防组之质询与询答完毕，现在休息5分钟，休息后继续进行经济组之质询，现在休息。
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经济组之质询，请黄委员委责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主席、各位同仁、行政院林院长以及各位长官，是不是请林院长？请林院长。黄委员好。院长你好，好，简单请问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据传闻日本的这个福岛食品或者核灾的食品，好，因为过去由于三一海啸造成了核污染，后来又由于说他们本身是来自于核灾灾区的食品，就贴说来自东京，来自其他非核灾灾区，有涉及标示不实，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好，一直我们都是拒绝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有些国家，现在世界有些国家，包括连这个食品安全标准相当严格的，像欧盟，他们都允许了。那我觉得其实这部分我们政府的态度是如何？现在又刚好碰上台日的渔业对话，尤其在冲绳鸟礁这附近的海域，因为我们的渔船被日方的这个海上保安厅的舰艇骚扰，这部分两个议题会不会扯在一起？您看呢？跟黄委员特别说明一下，我想有关食安的部分啊，我们还是要能够就是以这个就是食品的这个对健康是不是有造成风险伤害，做一个科学的标准的评估作为基础，同时也会参照其他国家的做法啊，那么做一个参考的标准来看这个食安问题，不会受其他政治因素或其他策略因素的影响。那主委在这边，请问我们现在冲绳鸟礁的台，那不应该不是只针对冲绳鸟礁，说台日的渔业对话或海洋对话这个部分，我们还在进行吗？还是？对啊，台日的渔业对话应当是建立常态，应该时常的对话。对，但这个不涉主权，而是在我们有渔权的问题，这个是这个部分。至于这个福岛附近这县市的遗产品，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两者不相干。不相干？不相干。没有巧合，没有这个，就是说，会不会变成说，我们用福岛食品或者用核灾区的食品开放进口台湾，然后交换我们跟日本人跟我们这个海洋对话，那这回事？对，没有。好，明确的宣示。另外一个问题啊，我想请问这个院长，刚刚因为外交国防委员会正在质询呢，谢谢主委。好，那正在质询的时候，刚好发生了一件立即的性的事情。国庆不是刚过吗？我们军方有一部生化车，就翻覆了，怎么那么巧啊？这个事情就是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就之前是战车，这个下桥下坡要转弯的时候没有转，后来检警这个检调也调查了，那个车子本身功能是正常的。那如果这样是人为的因素，可能就升高一点。那现在那个状况又是怎么回事？生化车不是一般的车，生化车如果里面有载很多生化战剂或载一些有毒的这个物品，翻覆坦白讲是有危险性的。那这个状况，院长您这边有没有掌握？这个部分我目前并不了解详细的情况啊。那么我们会请这个国防部尽速的就这个部分的原因啊做个了解，然后再跟我说明。对，我们不希望说这种事情，就说如果是机械因素、天候因素、天雨路滑，这其实可以理解，可是就要很小心，因为这天雨路滑，所以你开车要特别小心啊。那如果是人为，坦白讲，我是认为是很难原谅的，因为这种东西我们军中的这个风气，如果是大家都是吊儿郎当、掉以轻心，这是不好的。所以我希望说院长这部分，还是希望说你要转至国防部，要有给社会一个交代，好不好？好的，我想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还是要先来了解原因啊，即使是人为因素，也可能是来自于训练的次数不够或其他原因。那这个部分我们应该去了解了之后，
做一个检讨，然后看未来应该要如何去改善。那么我会那个请国防部查明之后也跟委员做个报告。是，还有一个就是之前先前谈到了台湾跟中国这边有一个通讯的这个对话，这个对话过去都是由我们次长级，我们经济部跟他们的工信部，次长级，他们叫副部长，我们的次长跟他们副部长对话，过去也曾经我们的沈次长也出席过。那么原本今天因为这个5G 未来的这个标准这个规格的制定，两岸之间有合作的空间，在今年很奇怪哦，不是奇怪了，很特殊哦，在今年七八月间因为民间的要求，你知道七八月蔡总统已经上来了，520的讲话也讲过了，七八月间应这个工商界跟民间的要求，企业界的要求，两边是有要对话的哦，就是说有部这个市长领军，现在突然听闻到中国大陆那边，中国那边突然降低了层级，本来市长级后来降到什么，降到科长级。好，那如果说要对话，那这个也是好事，但他要降级那没关系啊，他们派科长我们就派科长啊，他们派副部长我们就派市长啊。那是您的立场，或是部长你有没有听到这样的状况？你有没有听到？先问部长了。好，先让李部长来说明好吗？委员跟您报告一下，这个我们希望能够持续推动这个次长级的这个平台的这个会议。本来是有个创新平台，没错了。对对对，是一直利用这个平台才在持续的推动当中。我放的态度是这样，是以先求有再求好呢，还是说，因为他们不是用科长对你的次长嘛，他也是用科长对你的科长嘛，那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就是说，你是要先帮忙企业，这个来做一个搭桥的沟通的这个管道，来未来制定两岸的，比如说5G 的发展的规格，两岸都能够发展，都能够接受的，还是说，我们比较重要，先来次长级对话比较重要，是以这个对话是目的还是工具，然后达到两岸之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电子商务或者这个新的这个通讯的这个规格的制定，这个是目的还是手段？跟委员报告，他两者都是，因为在推动。孰者为先嘛？如果说两者都不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话，你要顾哪一个？我们现在是希望能够推动这个次长级的平台的这个对话能够持续进行，当然另外一方面也跟产业的需求是有关的，像 5G 的会议在高雄办的时候，那么其实这个不管是两岸的厂商或者是全世界厂商都到台湾来谈这样子的会议，所以业界的需求厂商是民间的哦，的我现在讲的说是民间的官方或半官方的接触哦。院长您的看法呢？我觉得如果两岸之间的经济合作有助于是促成双赢的话，那这个部分我们很乐意，是希望能够看到，那么也希望这个部分在没有其他政治考量，对方就要跟你降温的啦，就跟你降温，就降低层级的啦。安哲，如果说是降低层级，他不是用次长，他不是用科长对你次长，他说他都你也降我也降，我们去不去？我想降低层级是要看是不是对于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功能还能够发挥，如果是在双方之间在这个合作是有受到损害的话，当然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们希望，所有的安排呢，都以这个双方之间的。你要求有意义的参与，还是要求这个先高层次的参与？我觉得应该是还是希望能够以这个部分，毕竟是一个把它当成一个经济问题来看呢，双方的经济合作作为最优先，因为这个部分如果经济合作能够促成双边的双赢，那么我们不应该因为政治的因素而让它倒退。举一个例子。过去我们跟教廷，现在教廷派驻台湾的是什么？是大使吗？不是。是公使吗？不是。是代办。但是台湾到教廷是什么？是大使。就是我们要求有意义的这个交往，好，在外交场合是这样。现在中南美洲各国有很多国家大使回任之后没有再回来，就派代办或者公使，这个馆长，好，兼代。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外交上有时候有一些碰到一些困难，必要的或者这个没有办法的或时势所然的，
哦，这个有时候必须 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整，也必须调整。甚至有些国家我们要拼观光，我们给他免签，可是他们 没有给我免签啊。以美国为例，最近是给我免签的，可是我们早就给他们免签很多年了，是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政府的态度是以这个务实的交往为上，还是以这个您刚刚提到要经济考量，还是要政治考量，或经济政治能够同时考量是最好的。如果没有办法同时考量，必须择一而行的话，院长你要择哪一个？我觉得如果说是经济上没有意义，政治上也不可能有了啊。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就是尽可能的去让双方之间的互惠是包含政治和经济，但是这个中间如果有困难的话，当然是我们能够有的互惠，我们尽量先来促成嘛。先来促成，嗯，先来对话再说。OK，就是让这个假设说是双方能够在既有的一个机制下，仍然能够去透过经济合作，能够创造双互赢的话，那我们就先来做这个事情。好，好，谢谢院长，谢谢部长。谢谢黄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我们请蔡委员异议，蔡委员异议以书面提出，请行政院书面答复并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下一位我们请洪委员持用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主席，我们有请院长跟李部长。请院长、李部长。洪委员好。院长早。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探讨一些经济面的问题。好，那我今天要讨论的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而是一个长久的结构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从上一代到我们现在。我们现在30几岁的这个世代，那接下来呢，我带来几位中小企业主的一个心声，那请院长跟部长看一下。10年前、15年前，就是白手起家。政府如果说农地新建工厂而不能使用，他们就要迁厂。在台中区域里面，像我们遇到这种状况的人非常的多。不论是自己想创业的人，或者是从父职辈上接下来这些厂的人，未来的日子里面，可能你如果没有厂房可以使用，目前来讲，那我们立即马上处理掉这一块问题的话，我想对我们这些企业来讲，目前一定是有很大的困难。现在大家面临的问题就是说 ，OK 啊，今天农地这种农地新建这种工厂厂房，政府有想要说OK 就是农地要农用，每个业者，我这些朋友他们也想说 OK， 我一切也要合法。但是这几年来土地的价格一直在飙涨，像我一个朋友他跟我讲说，他从一坪地7万块到目前20万、30万都有。但是我们是中小企业嘛，可能这一辈子还赚不到那么多钱，再来公益用地也不是那么多。这个问题基本上政府处理态度就是最大的因素了，希望政府能有更良好的配套措施，有更良好的这个因应的措施，让我们有所从。大家都希望合法，没有人想要去做非法或者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这些事情。但是变成说政府在政策上或者是法规上它明不明确，或者说政府在资源上的提供够不够，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政府的政策或者努力用心去制定一个
一个良善的一个制度，也可以帮助到这个业主的经营，我个人是认为是比较好，但是要很用心的努力。好，来，这是在我的选区里面，我的选区在台中的潭子大雅深港后里。好，这个选区里面是我们所谓这个违章工厂可能在全台湾里面数一数二的一个地区。好，所以今天我要来提到的就是违章工厂的一个处理的一个问题。好，我们大家都知道，好，这个违章工厂它主要的一个起源的一个背景是在我们61年的时候，我们政府提倡的这个客厅级工厂的一个政策，我们去鼓励的家庭代工。所以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农地上面种了很多铁皮屋，这是在那个时空背景上产生的一个问题。好，那产生的这个问题呢，我们随着这个时代的一个变迁，社会的进步，大家现在开始注意到他们违反了土地使用分区的规定，那他们也没有合法的一个登记，所以呢，近几年其实这个问题一直陆陆续续有在被讨论，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首先我先问一下哦，我们之前哦得到的一个数字哦，经济部在1999年哦的推估哦，这个台湾大概有64000家的一个未登记工厂。好，那我就要请问一下部长哦，您针对这样的一个数字哦，这64000家这个推估哦，那经过您这上任之后，那您有去了解说我们现在确切的一个掌握的数字是多少吗？报告委员哈，因为这个数字一直在改变，对，其中有几个原因哈，是因为经济部其实也一直在推动这个所谓的工厂登记证的补登记的部分，在不违反这个所谓的环保规定啦等等的时候，那么它其实一直到这个105年的9月，就是今年的9月份为止呢，我们已经核准临时工厂的登记，一共又有5854间，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一直不停在推动新的政策，在不违反现行的环保规定的这个情况之下呢，那么其实同时也做这个土地分区，像您刚刚讲的，在经济部底下持续推动跟县市政府持续合作，推动改成丁种的这个工业区用地的这个变更登记等等，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在这个行政院的指导之下，进一步持续的在推动所谓的补登记的部分。好，来部长，我今天我想要问到的是说哦，我们过去的数字都是用推估的，其实我们政府哦，针对于一些就是这些确切的数字，其实我们一直都要不到。好，我们政府有很多的想法。哦，那但是都没有做法。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直想要知道说，我们现在整个台湾的这个未登记工厂的现况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详细的数字是多少，我们有多少这样的违章工厂？好，那它的面积有多少公顷，我们也不知道。好，那它的产业影响，它的一个聚落的状况是怎么样？它有没有产业链？它每一块的这个就是违章的一个区域，它的一个产业的状况是怎么样？其实这些数字我们都没有，好，我们都没有一个确切正确的一个数字。所以今天我要问到的是说，我们如果要做政策的拟定，我们如果要解决这个长久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如果连这最基础的数字，刚刚我问部长，部长都没有提出来，那我们怎么样去制定一个政策？这是我们一直以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所有的环团，好，所有的这个业者跟农民，他们想要知道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从哪里有这样的数字。好，那所以其实我今天是要问部长哦，这个问题你也知道，院长我相信你也知道这个问题。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到底有没有要确切去做一个清查？我们到底要不要详细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去解决这个问题？来，部长，谢谢。我要跟报告一下。这个部分在经济部里面不同的产业链跟相关的特定区域是有详细的资料的，但是您刚刚问到的问题是全国性的各种离开甚至工业区等等这些土地，那一部分就我们就的确没有详细的资料，因为那不单纯只是经济部的业管范围了，但是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相关的产业链的时候是有详细资料的。对，好，那这就需要院长了。今天我们面临到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长久结构性的问题，那如果今天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跨部会来处理，那院长您这边能不能指示我们相关的部会针对这个问题着手来解决，着手来清查？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就这个问题啊，蔡总统在520之前就已经去过很多地方，也去关心过这个问题，也知道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那么它牵涉到的，诚如刚才委员所提到的，啊，是农地的保护和利用，以及工厂的合法化的问题。那么我们目前是有请张景生政务员啊，来就这个部分来协调。那么但是我还不了解，就是目前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就是包含经济部辖管以外的其他产业啊，是不是还有违法工厂的问题？那么我们是不是，我请张政委员就这个部分啊去做一个，就是是不是要让几个部会去合作，做一个比较普及性的调查，能够希望能够掌握出比较可信的数字出来。好，谢谢。但是是不是能够把所有的违章的工厂都能够包含在内，这个部分可能还是要请张委员进一步去了解。好，那接下来哦，因为这个院长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哦，那我也希望说您只是这个政委去做的时候能够加以督促哦，因为如果我们这个步骤都不做哦，其实我觉得我们后面所做的事情都是空谈，我们在谈的事情都是空谈。好，那我以现在哦，刚刚院长讲到了蔡总统的一个想法哈，他说了哦，他在之前去拜访哦，就是五金的一个工厂的时候，他有讲到就地合法不是一个选项，他不会让这些违章工厂就地合法。好，那临时登记证，这叫临时嘛哦，顾名思义，它不是一个长久的，所以呢，一言不可能再言。那我相信现在大家都不满意现况，大家都希望我们国土有更好的一个规划，我们产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那地方政府也一直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回到中央来解决，因为很多事情是地方它有一些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中央的一些规定。好，所以这部分呢，我希望经济部院长能够指示经济部跟相关部会，针对这样的问题提出通盘的检讨，告诉我们未来要怎么办。好，因为我们知道109年其实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零灯已经延长了两次，那我们到109年的时候，我们到底要不要再延长？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到底要怎么做？刚刚影片里面我们这些中小企业主他们很清楚地讲到，他希望能够有所依归啊，政府要提出一个相关的一个做法给他们啊，他们也想要合法，他们现在很想要继续投资，但是他们不敢，因为他们不知道政府未来的方向是什么。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一定要让我们中小企业有所依循。好，所以这是我今天提出来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哦，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做？今天可能部长跟院长没有办法在这边回答我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就我们的退顾有60000多间的这个未登记工厂，如果一间工厂我们把它算平均30个人，好，可能大大小小我们去平均之后，那30个员工，他的一个家户如果是3个人，一个家户是3个人，总共会有500多万的人口，这人口数是非常多的。他们的生计都系在这中小企业上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过去我们的政府一直没有面对，就刚刚我们看到那只鸵鸟一样，好，以为我们把头塞在我们的这沙子里面就没有看到这样的问题，也认为说这样不需要去解决。好，所以今天我提出来这个问题，我希望我们的经济部可能跟农委会跟内政部相关的部会要着手来处理这个问题。这个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遇到的，109年就要到了。到底我们希望我们台湾未来变成怎么样子？我们可能在这个时间底下，我们要一些做法出来。到底要不要延长这个临时登记证？如果今天要延长这个临时登记证，我们要延到什么时候？那在这过程当中，你要做什么事情？这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交代。那如果不延，我们的配套是什么？这些事情我觉得要清楚的去交代这些事情。好，刚刚我们讲到清查的问题，再来我要提到的是我们现在辅导的问题。我们现在陆陆续续都有在辅导一些未登记的工厂，那这些工厂呢，其实你要让它合法，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要有土地，要有工业地给他们使用。好，那工业地我们就要提到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影片里面也看到的，它的价格非常高，数量非常少，因为我们过去政府一直纵容我们这个土地的炒作，所以现在工业区的价格其实已经到20-30万了，即使在我们中部也都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哦。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在于说，部长你有没有了解到说，这样的价格到底要让中小企业怎么样去合法，怎么样去购买这样的一个土地？而我们经济部
或是我们的科学园区释放出来的土地都优先给财团或是给 大的一个企业，那中小企业到底要怎么办？回答，谢谢。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在土地的部分，这个经济部业管的这个直接的工业区里面，就工业局主管的这个范围内，大概有50,000公顷左右的土地。那我们在过去这段日子里面做了各式各样的这个土地的新的管理，就是如果他土地已经这个销售出去之后，那么几年内，现在是五年内如果没有建的话，那我们会修改规定，要强制收回，这样可以增加土地的再使用率。那在那个结构底下，同时也在规划有一部分的这个，像这个过去一阵子有相当多的这个租税的，不是租税，就土地使用的这个降低这个使用的这个费用的办法等等，也在规划当中。所以那部分是在解决一部分的问题，因为土地的整体数量其实是不足的。好，那我们的50,000公顷土地里面，甚至还有一部分是填海造陆，所以还有10,000公顷左右是在水，还在1公尺的水深的部分，即使在过去10年填注了大概600亿左右的费用上去，所以那个部分还县市政府也同时在做新的工业区，就所以县市政府推动的工业区，那经济部也在协助那一部分的土地的这个规划跟使用。好，部长，因为今天我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表示说在地方上面这些中小企业，他的确找不到土地，那也买不起，即使他找到了，他也买不起，因为实在太贵。如果他说他有这钱呢，他就根本也不用来经营这样的中小企业了哈。好，所以这是我要反映的。再来就是土地的面积的问题哦，因为现在土地面积刚刚部长也讲的不够，那这个问题也需要解决哦。那这个部分我也希望我们经济部能够跟内政部好好的去通盘的去检讨这样的问题。我们的产业到底未来我们要把这些纳管之后，跟我们现在产业的发展需要多少的土地，这些都是必须要很清确的去把它定出来哦。所以这是我要提醒的部分哦。那我最后我要说的啊，因为蔡总统前几天才讲到一句话，他说长期结构性的问题考验承担的决心。好，那这是一个长久的问题。那我希望我们院长。好，谢谢洪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我们请林委员俊宪。执行询答时间15分钟。好，谢谢院长。本席邀请林权院长、经济部李部长，请林院长、李部长。林委员好。院长好，李部长好。委员好。啊，院长请坐。院长请坐没有关系哈。院长，兆丰银行涉嫌洗钱案啊，让台湾蒙羞哦。本席今天要跟你再探讨一个弊案，让我们国家更丢脸。我要讲这个案子呢，一样牵扯到一家法国的企业，叫阿斯顿公司。这家法国公司呢，他专做机电设备。2014年底，法商阿斯顿被美国政府啊，以违反海外反腐败法，重罚了7.7亿美金，等于被美国政府啊罚了240几亿台币。为什么？因为法商阿斯顿公司跟美国政府认罪协商。他承认啊，他在海外亚洲行贿了印度、印尼以及台湾政府官员，以取得这些国家的公共工程。美国政府对他的财罚金额是这个法案《海外反腐败法》最高的一次处罚金额，高达7.7亿台币。7.7亿美金，240几亿台币。美国司法部的副部长来形容啊，阿斯顿公司啊，他的行为案牵扯范围之广，无耻的程度啊，令人震惊。这个案子啊，2014年底爆发以来到现在没有消息。我想要请教林权院长，我们来讨论啊，为什么
阿斯顿公司呢，他在台湾他要行贿。2014年底查到现在，如果没有任何一个交代，那这个等于就是拉法叶案的再版。拉法叶案也是一样啊，法国公司承认啊，退用100多亿给台湾啊，在我们国内啊，查不到任何一点头绪。阿斯顿案啊更严重，所以我想让李部长知道，到底阿斯顿案呢，阿斯顿公司呢，他在台湾啊，他参与了哪些公共工程？这家法国公司呢，为什么要来行贿台湾的官员？阿斯顿公司啊，他在台湾啊，他一共做了台电还有北捷的工程，在台电的工程，阿斯顿呢，他是我们国内中鼎工程公司的下包商，在北捷的工程，阿斯顿公司呢，跟我们中鼎工程是共同承包，真是巧合。阿斯顿公司啊，在台湾，他所合作的公司都是这家中鼎工程公司，所以为什么阿斯顿他要行贿呢？他的动机是什么？他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们要真相。不要忘记，我再强调一点啊，让林院长跟李部长了解，这家法商阿斯顿公司呢，他是向美国政府啊认罪协商，承认啊他行贿了几个国家，其中包括台湾。所以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交代，如果没有啊查明，那到底呢这家阿斯顿公司在台湾他行贿的动机和目的，我认为啊，这就是第二个拉法叶案。阿斯顿公司呢，他当时做台湾的工程啊，有几个争议事项啊。我举一个例子，台电啊的电厂的一个设备啊，它电厂的工程，当时呢，阿斯顿公司的产品啊，345kV 的大型电力变压器啊，它其实并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为什么？因为它还没有通过认证。台电的认证啊，是必须经过2年稳定的测试，通过以后，那这个产品才准予安装在我们的电厂里面。阿斯顿的公司呢，并没有取得台电的认证，但是呢，统包厂商呢，中鼎啊，就来申请。他说，他跟阿斯顿合作，先来参与投标。那投标以后呢，在以后呢施工的过程2年内，他取得认证，再把这个东西装上来。我想请问，这样子合理吗？除非啦，阿斯顿公司的产品啊是独一无二的，非用它不可，否则啦，没有经过台电认证的产品，怎么可以准许它来投标呢？因为这个它的东西啦，并不是独一无二啦，我们国内啊也有3家厂商啊取得台电认证，包括大同、士林、华城等等。同时呢，引起争议的是，台电在他原来的招标公告里面，他就要求这个产品啊，必须要有他认证才可以。结果台电这个案子啊，转弯了，他先准中鼎来投标，然后再让阿斯顿公司啊，在2年内设法取得认证。所以这个案子当时引起争议，就是投标的时候，台电规定很清楚，产品必须要取得认证。再来，国内已经有厂商能够生产这样的产品。就过去啦，我们政府的公共工程及大型采购，都会有一定比例啊，必须来采购我们国内的产品，也就是呢，来扶持我们国内的产业。
但这个案子非常特殊的是，这个20亿的变压器哦，台电一买就20亿哦，居然是让一家没有经过他认证的厂商先跟中鼎进来投标。当时的经济部啊，为什么会同意？我觉得很纳闷，这个在当时呢也引起很大的争议。所以呢，阿斯通如果他要行为台湾，他已经承认了，那么他到底是为什么？他又是如何的行为？一家外国公司、法国公司，他会直接来行为台湾的相关单位吗？还是呢，被他的我们国内的合作厂商，像统包厂商呢，像中鼎啊，黑吃黑，我们不知道了。那政府的责任就要查。马政府时代啊，这个案子啊就压着，从爆发以来一年多，没有听到啊这个案子有任何的进度。那这个案子很丢脸呢，跟立法院一模一样哎。在国外啊，一家法国公司已经承认了，在台湾它是行贿取得公共工程，也被美国政府给重罚。又到台湾来啊，相关单位啊，检调单位啊，没有任何消息啊，就当作没有这样的一件事吗？我想请教部长，有听过这个案子吗？跟委员报告，那个上个礼拜同仁有简单的跟我报告一下，原来不知道这个案子。那这个他们提到说，在目前我们分析是说，这个中鼎有承揽台电的这个相关工程，的确像您所提到的，但是台电公司并没有受到检调的调查，所以经济部内部，因为我们没有直接这个一直管到这个中鼎这个部分，所以从台电这部分没有，我们没有看到这部分的这个调查的资料。不过您既然提出来，我们会回去做一个调查。这样，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求林院长要来帮忙了。院长，我们的司法单位如果照李部长所讲，根本没有任何的侦办动作，针对阿斯顿行贿的这个案子。院长，是，谢谢林委员指教，我也是今天才知道有这个案子。那么，我们是不是，我第一个我去了解一下这个部分有没有在法务部那边有没有把它列为一个侦查中的案件？如果没有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就刚才林委员所提供的这些资讯，我们请那个法务部来看看是不是可以立案，好不好？这是态度的问题嘛。如果我们相关的司法单位积极一点，这个案子在2014年底啊就爆发了。法商阿斯顿公司也承认了，美国司法部也掌握了。我们应该要透过关系去了解一些案情。我们跟美国虽然没有正式的司法互助协议啊，基本上两国的沟通啊，尤其像这种跨国的行为腐败的案件啊，应该会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同时呢，如果你不查这个案子啊，那以后这家发商、这家阿斯顿公司啊，他可以继续到台湾来参与公共工程的投标呢？他等于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呢？是的，林委员，你刚刚讲的我都完全同意。所以我说，我们来了解，我们来看，应该是用什么方法啊，做最有效率的处理。但也因为阿斯顿公司的案子啊，让我们注意到啊，这家中鼎工程公司了。我发现啊，阿斯顿在台湾参与的工程，都是跟中鼎工程公司一起合作的。那过去我们的印象中啊，经济部啊所属有三中、中华、中兴跟中鼎这三大顾问公司。现在中兴跟中华还是经济部可以掌控的，中鼎工程啊，怎么变成别人的？断了线了。过去呢，中鼎工程啊，是由我们经济部所管辖的中技社啊，是控股公司了。我查一下中技社啊，他在过去的5届15年，都是三位常务董事啊
轮流当董事长。也就是说，中纪社啊，都是长期少数人所控制，政府的持股被稀释，政府的权力也睡着了。因为啊，中纪社里面啊，经济部现在还有三位董事，那照理讲，三位董事啊可以产生一位常务董事，那三位常董产生董事长。所以如果经济部啊放弃常董，你就等于放弃担任董事长，也就是让政府的权力睡着了。我搞不清楚为什么过去十五年来我们的经济部啊都不指派常董，也就是说经济部就任由中纪社被少数人所控制，形成了三位民股的代表，余俊彦、潘文言、张火生，这三个人轮流担任常董，轮流担任董事长。我看中纪社就是第二个淌血了。中纪社现在有五位董事，有九位董事，过半要五席，经济部有三席，只缺两席了。我相信啊，我看了董事的名单，其他的民股董事啊，如果以林权院长、李世光部长你们两位的名望、啊、可以争取过来。像在企业界啊，广受尊重的，像苗峰强董事长，像在司法界啊很有名望的邱亚文大律师，这些民股董事可以争取啊。请这些民股董事不要忘记，中纪社当时政府捐助他成立的目的啊，就是要做公益事项。如果我们把民股董事给争取过来，经济部就会重新的借由中纪社，那中纪社是中鼎工程的大股东嘛，各位看一看啊，其实中鼎啊前十大股东啊，中纪社是第三名，如果再加上中华邮政，其实我们可以掌控中鼎啊超过 10% 的股份啊。如果超过 10% 的股份啊，在中鼎工程公司里面啊，我们应该占有三席董事、啊、但过去长期以来经济部只派一个，有三席董事的实力啊都只派一个，就政府的怠惰了、啊，让政府的公权力睡着了。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注意这家公司？因为它就牵扯到阿斯顿的行为案件。好，谢谢林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余委员宛如之咨询，以书面提出，请行政院书面答复，并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下一位，请陈委员停飞咨询，询答时间为十五分钟。谢谢我们的主席苏院长，我们邀请我们的行政院林院长，请林院长，还有我们的经济部李部长，李部长，陈委员好，院长好，院长，我先跟您感谢一下，也就是说，在上一次在这个地方，针对我们西滨快速道路曾文溪桥段新建工程计划的可行性评估，非常感谢在最快速的一个状况之下，在9月30号，也就是我们咨询完大概5天的时间，就已经把文发给了我们的国发会。所以我相信这就是速度，就是我们新政府要给人民的感受。在曾文溪桥，我们过去等待很久，每一次针对可行性评估被一退再退，终于在520之后，我们所期待的林权院长
终于给我们台南一个新的希望。所以在9月12号，交通部报了整个可行性评估给我们行政院，我们行政院以最快速度在9月30号核给了我们。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的期待。再次感谢我们的林权院长，谢谢。好，谢谢。那我针对今天这个议题，然后我们的经济议题，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因为几次的台风，我相信我们所有台电的员工都非常的辛苦。这几次的台风，尤其尼伯特、莫兰蒂还有梅基，对南部的影响非常的损害至极。不论是电，还有淹水，还有农损，我相信我们所有南部地方，其实在这三次的台风当中都遭受重击。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经济部在最近一次，也就是梅基台风，我们针对所有的停电状况，我们挑了5个县市，表示要优先来推动地下化。但是这5个县市，我看了看，居然独漏了台南。我看了之后，我有点讶异。那我们经济部是说，是以梅基来做一个评估的标准，可是这会有一点落差，资讯的落差。我想我们先看一下，其实台电人员在几次的维护维修，他们真的是拼了生命。我们看到说爬到高压电塔当中去修复，还有在冒着雨抢修。其实在梅基台风的时候，我们在第一线，包括淹水，我们亲自去了解每一个淹水的状况，还有当时候风灾所造成的一个损害。所以我们人在外面，我们亲眼看到整个电线在冒火花，所有人民的恐慌至极。那当然台电说那不会有很大的危险，可是部长、院长，你们看到如果在你眼前电线就在冒火花，而且在房子的旁边，你会不会很担心？我相信我们都会很担心。所以所有的民众就开始打电话。我们也知道台电真的很辛苦，在当天所接到的电话不下数万通，真的可以用数万通，因为大家会担心，一直打一直打。可是我们也知道那时候风大雨大，你要处理是有困难的，可是人民的担忧。所以当我们看到经济部开始看到的这个问题，说要优先来推电线地下化，我们真的觉得说终于政府听到人民的声音了，可是却是只有挑5个县市。所以我今天也要就这个几个数据来跟我们院长跟部长来做一个沟通。我们看到尼伯特台风，其实台南在整个停电状况是排第四，也就是它受损的停电户数其实是排第四名，总共有66,091万户，所以这是非常恐怖的。然后在莫兰蒂台风，它是全国排名第三，它的停电户数是排名第三，总共有11万户。在梅基是排名第六，它总共的户数是284,482万户。所以如果依照这样的数据，你单以梅基台风，虽然台南是排名第六，可是如果你三次的平均数，表示台南才是一个非常急需要地下化的地方。因为每一次台风只要往台南走，往南部走，它一定都会重创，也就是在台电的一个停电户数，它一定都排名在前面。所以依照这样的数据，是不是在这一次我们的防灾型地下化的考量，基本上它是应该要纳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其实为什么会利用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要来拜托我们的院长跟部长。或许我们看到梅基台风的一个数据，每一个地方
其实都损害非常严重，所以我相信每个地方都需要，但是我们的经费有限，因为地下化它的一个工程预算大概施作一公里是要投入将近2000万，所以一公里2000万，如果依照我们现在光五个县市，也就是经济部所评估的五个县市，可能就是要60亿到100亿当中。我们也知道这个预算是有很大压力，可是在你评估的数据当中，如果有一点漏死，有一点不准确，其实它会变成让其他的县市会被边缘化，甚至在台电地下化当中，我们知道预算有限，可是在台电现在只要我们没有纳入这整个防灾地下化的范围之内，它很容易就说不好意思，经费不够。即使有很多建商，我们现在都鼓励建商要配合我们政府的政策，应该要广泛的做地下化，虽然地下化的经费非常的庞大，可是我们都一直在劝导所有的建商，这是长远性的建设，应该建商跟台电一起来促成未来在区块的一个地下化。可是台电并不是这么认为，台电反而都鼓励我们的建商在架空区要架空，这是有问题的。甚至我们也沟通协调好多次，所以我们很担心说，如果我们经济部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就只有五个县市，有可能我们台南我们希望地下化可能会被排挤掉，哎，所以要拜托院长，是不是在整个我们台电在推动地下化，包括我们的政策性应该要更有弹性，包括如果有很多的建商建设公司他愿意地下化，花更多的钱来做地下化，我们是要全力配合，而不是用很多的法令来卡死他。现在在南部有这个状况啊，我们沟通不了，因为他每一次就拿法条出来，每一次就拿他的一个办法出来，就说的是他们的规定。政府不是应该要协助民间来投入公共建设吗？这才是对的啊！他花钱来帮我们做地下化，然后未来如果有这个共购的状况，或是可以提供我们未来的路线，那我们可以节省很多的经费耶。所以院长，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拜托一下台南？我提供的这些数据，它真的有迫切的需要。三次台风，三次，每次我们都被追着打，或许我们不是第一顺位，可是我们停电的顺位都在第二第三，那植煤机在第六，可是也高达28万户，所以它的停电的数据是一直在增加。所以拜托我们的院长跟部长，是不是在这个部分可以稍微重新评估一下，也可以把台南纳入在这一次防灾地下化的一个评估的范围跟执行的范围。喂，我可以报告一下吗？那个跟您报告一下，那个有关于这个新建的工程部分，尤其在都市里面的确是鼓励地下化的，所以那部分应该没有疑虑。您刚提到的是另外工业区那部分嘛？哈，不是，是那个部长，你说的是你们的原则，可是在基层并不是这么做的。基本上它有分架空区跟地下化区，在架空区很多的建商我们其实都鼓励他要去做地下化，可是因为我们很多法条的限制，它包括它有一些它要提供那个配电所，这 OK 没有问题，它要提供有一些相关的厂址也 OK 没有问题，可是在通路的部分，通路的部分怎么去做共购，怎么去结合，其实这未来他做了之后，他花钱做了，我们可以用，哎，他如果在我们道路公用道路当中做了，我们是可以未来搭他这一条线去做地下化的一个配置啊。可是现在没有，他要求就是你要做地下化，你就全部在你自己的土地配电地下的一个范畴里面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置，这是有问题，可是沟通不良。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这是我们的重点，鼓励地下化，
我们应该从上到下让基层也了解这样的政策，甚至在我们所有的办法条例当中应该去做一个调整跟修正，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经费跟预算，部长是不是有可能把我们的台南也列入到这个所谓防灾型地下化的一个范畴，真的急需要啊。我们回去做一个通盘的了解哈。那个部分就这边的原，我们的原则的确是新建的，尤其是都市内的，的确是朝地下化做，因为那个部分牵涉到跟县市政府在人口跟这个道路开挖的这个规划。那现已经有的这个缆线，尤其是这个架空型的，那么台电已经启动一个所谓的电感选用的系统，会有的部分做地下化，有的部分做什么 H 型的这个电杆或者是双爆杆的等等这种设计，那那部分我们也进去做评估，那所以会对全国做一个整体的评估的这个架构。那您刚提到五线市，是因为五线市它这一次的受灾比较严重，我们回去检视一下您刚的、这个。你们是以煤机为标准，我相信你们一定有你们评估标准，但是我今天提供的是台南，它虽然在煤机它是第六。它停电户数是排第六，可是它在前两次尼伯特、莫兰蒂，它都是前面的顺位。如果一平均，它是第二，也就是以三次台风，它的平均停电户数的标准，它是排名第二，仅次于高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长期去看一个它的一个需求度，而不是单指一次。好，所以我尊重你们的评估，但是也希望能够把台南的声音一起纳入，不要把它边缘化。因为你现在预算可能集中在这几个县市，我们台南要求地下化，完蛋了。他已经说没有经费，没有预算，过去就这么说了。如果今天我们再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很可能状况又更严重了。所以院长，拜托一下。那个陈委员，我想这个，第一个我要特别在这边说明，我们，不应该也不会，只是就少数的几个县市啊作为优先，其他县市都不考虑，而是应该考虑到它整体的需要性啊。那我猜想您刚刚讲这部分，很可能是因为这三次台风里面，尼伯特跟莫兰蒂它都是方向，它不是整个笼罩全台湾。那么煤机因为它是笼罩全台湾，所以它是以那个做选取做标准，可能是这样的因素。但是即使这样做标准，台南是在它的这个状况是目前是第六嘛，也不是代表说它就不应该纳入优先性了啊。它这优先性应该是全台湾一起来考虑，包含甚至于包含金门、马祖、澎湖都应该一起来考虑的。那么至于说是地下化的做法里面，我也知道目前当然它是有一个优先顺序，先后是优先顺序。那我想，那么目前的公共投资啊，其实正在是缺少的时候，所以这个部分如果台电能够尽快能够加速进行，那我们都期待台电能够加速进行。我希望这样一个政策也能够让经济部能够告诉台电啊。那么至于预算的部分，因为台电它是一个基金预算啊，它也没有受到这个完全受到年度预算的这个影响啊，它是可以在事后补办预算的。所以我希望台电在做这个部分呢，能够全面的能够检讨，能够该做的部分呢，那不要因为预算的问题呢而让它延宕下来。那么至于说是地下化的这个您刚刚讲的那个是建商如果是业者愿意，民间事业机构愿意，那么台电那个配合部分，因为这个牵涉比较专业和技术的问题，是不是我们请那个经济部跟台电再来检讨一下？ 好，谢谢院长，因为这是代表我们未来经济的发展，停电真的很痛苦。如果在工业区或是一般的民众，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忍受，所以地下化真的是它的必要性。拜托我们的院长。好，谢谢陈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我们请苏委员巧慧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主席，我们请林院长。林院长，苏委员好。院长好，辛苦了。
院长，昨天应该有在国庆的现场，那您也应该知道，虽然我们典礼办得相当不错，但其中有发生了争议，就是在原住民族的这个部分。院长，你听到这一句有争议的这个主持人的谈话的时候，您知道这句话吧？您知道昨天说了什么？我有看到媒体新闻的报道，但是我在现场没有注意，没有感受到。对，你没有感受到。对，我没有注意听到。对，那你现在看了报纸知道了，你怎么看呢？我觉得我们其实在这种特别是这样一个正式的庆典，那么我们很多讲话应该还是要特别审慎，那么要给这个大家觉得我们是一个有尊重族群和谐，而且对社会是应该是比较有正面的这个说法会比较好。院长，其实我希望你可以表达得更清楚一点，我在这里表示我们的态度。我其实觉得昨天这样子主持人的说法其实是非常的不恰当，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开玩笑，可以诙谐，但是要看场合，而且要看到底是谁说出来的。那像昨天这样的场合其实是一个国家的庆典，他用这样子的玩笑话来介绍原住民族其实是不恰当的。那我想请问院长哦，其实您就任到现在，这个行政院的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动会，请问院长主持过几次？目前这个部分我们还没有开始吗？对对对，还没有开始。那什么时候会开始呢？这个部分可能要请那个，因为今天那个原民会不在哦。好，对对，我想这样子啊，院长，我今天先利用我的这一点时间在这里，就是希望院长可以代表行政院团队做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表示。因为如果其实连院长都没有感受到的话，我想各部会未来在面对同样的问题时，其实我相信犯错的机会还是会有。所以我在这里具体的建议，这个问题从国庆到上一次总统就职到昨天的国庆，其实已经是第二次重复发生了，所以我非常的期待行政院整个团队能够从政府的再教育开始作曲。我想族群这个多元的观点应该要从政府开始落实起，院长可以同意吧？同意。好，那我继续要请问我今天主要的，我想院长在您就任的这一段时间哦，其实经济问题还是我们最大的问题，这个挑战非常的巨大，所以其实行政院团队也真的是很辛苦。不过我想提出具体的蓝图，还有指出明确的方法，这真的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所以我在看您的施政方针口头报告的时候，其实有提到了好几次，最大的重点就是要推动这个五大创新产业以及南向政策，但其中很多具体的说明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得到更清晰的答案。比如说今天的报纸我们就看到商总其实也说希望能够提出具体的诱因，那其实我们作为民意代表在地方行走的时候，这个中小企业主的老板啊、投家也都是很想问说，行政院我们的新政府团队在讲这些新南向政策的时候，那政府喊得震天嘎响，但对于我们实际上的生活，对于我们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拼经济的做法？所以我在看您的报告写得非常的好，这些方向本身也都非常认同，但我想在这里指出哦，院长，不管是你在您的简报当中，或者是在经济部长的就任简报当中，甚至是在国发会五大创新产业网站当中，我们其实都没有看到这五大创新产业现在的产值是多少，或者四年以后甚至十年以后，当我们全力在推动这个五大创新产业，它到底能够带来多少的产值，它真的能够当台湾的领头羊吗？其次就是这五大创新产业真正跟人民会有感受到的，就是它到底能够增加多少的就业机会，可以帮助多少的家庭。我一再的强调，就是其实施政之道就是要让人民有感受，所以虽然这些部分我真的再一次的表示我认同行政院的方向，我也觉得现在在推动五大创新也好，南向政策也好，都是对的，但是不是能够用一般人听得懂的话，并且给我们具体的目标，让我们知道行政院推动这样的政策之后，到底我们在多久之内可以达到多大的目标？这院长可以稍微回答吗？跟苏委员特别说明啊，这个事实上五大创新产业本来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的一个策略，是啊，那么这个策略下才会有详细的具体的规划，那么这些规划出来之后，才会有就个案规划才能有做评估。
好，您讲的这个部分呢，都是要在后期的个案规划出来之后才会有。那我们现在只是先把这个产业策略方向把它定了之后呢，我们希望呢，就这个部分呢，能够在逐项规划，比如讲说国防这部分就有什么所谓的国际国造啊和国建国造。那国际国造和国建国造看你要造什么这样的这个机器或者这个军舰，那么你才能知道你这个最后能够在产生什么样产业效果。这个不是说我们的初估一下就会有的，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一定是有这样一个程序在。院长。这就是我在说的，其实这就是政府施政和人民感受的问题。因为当我们你要说服人民可以认同这个方向，你一定要能够具体的指出我到底可以从中获得多少的好处。我赞同政府的方向之后，我跟着政府的脚步走之后，我可以走到什么程度？对，我想即使就像刚刚所以你刚刚提到后期，那什么时候是后期？后期到底什么时候来？等到国发会他这个和这个相关的那个部会他们有规划出来个案的时候，我们将一个案子一个个案来说明嘛。不可能说是一个总体，总体是骗人的啦。这个不可能有一个总体的东西出来，因为你没有计划，你怎么会有一些？我赞成院长实事求是的态度，我赞成院长实事的求度态度。但我要说的就是，院长行政团队真的要可以加快脚步，因为其实另外在今年一月初，行政院就核定了一个台湾生物经济产业发展的方案。院长可能还不清楚这个这么细小的方案哦，但是在这个方案中，其实他就有提到，在2020年的总产值可以达到3.2兆。它甚至是在2016到2020年是可以增加14.65万个就业机会，这个数字如何？行政院新团队还可以再评估。但我想要表示的是，同样是提出方案，在这个方案当中，它有具体的目标，我们可以检核，人民也会有感受。所以我在这里提供建议，请院长。如果是个别的案子有的话，他如果已经有个别的具体的方案，他可以根据那个方案去推估，这是可能的。所以我们的方案要赶快具体啊，但是脚步要加快。产业啊，因为它每个项目实在非常的多，而且很多东西呢，还是有一些地方是不能够完全确认的。这只有个政策方向、策略方向嘛。但这个策略方向也并不代表说人民就不会有感啊。比如讲，举个例来讲好了，我们的那个国际国造和国建国造这样一个方案出来的时候，其实对很多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出，这个产业里面其实很多在学这个领域的人，其实他们是非常高兴，而且是有兴趣啊，在这个里面去投入的。有这个方向非常好，我在这里就是提醒，希望可以加快脚步，更快提出具体的方向。同样是方向设定目标的问题，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这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永续能源和资源管理的部分哦。其实院长可以看到，我们的再生能源的装置容量目标，我们这次提出很具体的数字哦，我们提出很具体的数字，但是我今天就是要请教这个部分。新政府执政后，这个再生能源的装置容量目标不但时间提前，目标也是大幅的扩增。院长，你对这个问题有掌握吧？这个、你认同吗？他没有告诉我这个目前的这个规划，我了解。我在这边提供院长知道，其实我们这个再生能源的装置容量目标，2010年核定的是到2030年的时候是要达到10858 megawatts。但是我们现在的目标是暴增，还提前5年。我们现在的规划是2025年，提早5年。2025年我们要达到27423 megawatts， 这个数字非常的庞大。本席想要问院长的是，这个生殖能源，你看、它很多项里面哦，其实我们就单举生殖能源好了。本来它的目标设定是1400 megawatts。海洋能源原本的目标是600，但是现在新的目标开出来了，生殖能是打折，对半打折，多一点点啦。那海洋能源呢，几乎是零，是放弃了。好，那根据呢，我们经济部的能源统计月报，到今年的7月，我们有一个数字，今年的7月，现在的总装置是4000多 megawatts， 距离2025年我们设定的目标27000多。哇，院长，我有算过哎，如果是从现在的4000多要到2025年的27000多，您知道每年需要的成长率是多少吗？我知道太阳能的部分成长的是很高啊，那我没有详细计算它的数字，不过他们给我一个规划，目前看起来应该还算合理。目前还算合理，院长。这样子的成长率，我们如果要达到我们设定目标的27423 megawatts， 每年需要的成长率，答案是22%。那您知道，从1997年到2016年，现在的20年间，我们现在的成长率平均值其实只有4.8，所以我们要从现在的4.8一下跳到
每年的 22%，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距。如果做得到，我觉得非常好，我也非常希望我的国家台湾是一个绿能永续这样的方向，我也赞成往这个方向去走。但是同样的，我在这里要提醒院长，提醒行政院团队的，就是我们的目标设定其实要合理，我们的说法要人民听得懂，这样才会是一个大家有信心的做法。所以对于这样子的目标，院长您觉得呢？这个部分我的了解是，这个过去其实在太阳能上是没有下功夫的了，那我们现在是很认真的在规划，而且他们给我的目标，我看目前并可行性是应该是足够的啊。所以院长，你是对这个数字挂保证吗？我们不敢说是100%保证的，不过应该绝对可以看得出来是比过去是明显的增加，而且是应该是即使是有差别也不很大了，应该就在这个水准可以做到。院长，那我就非常的期待我们政府能够按照这种速度，每年用这样的速度。太阳能的部分应该是可以的啊，那么但是这里讲的是总体哦，这里讲的是总体哦。总体的部分目前大概比较，大概其实只有风力和太阳能两项为主了啊。好，风力的部分当然还有一些不确定性，还需要去排除。那我们就期待新政府，这个我们的经济部这边可以当我们的领头羊，既符合五大创新产业，同时又为我们打造一个绿能国家。那最后我在这里还有一个也是目标的部分，大胆的建议哦，院长，我们的新南向政策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拼经济，经贸合作才是我们整个南向政策最大的核心。即便我在教育文化委员会，其实不管是教育部也好，文化部也好，每一个单位都有南向政策配合的部分，但是说到底的，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经济可以跟这些南边国家有更好更多的发展，这目标没有错吧？是的。好，那在这里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如果提供平台协助台商，这都是必然必须的。但是，如果我们的政府可以带头投资，这不是更好吗？我在国发会，我有注意到国发会就有一个推动国家级投资团队的计划。它其实呢，现在院长应该知道这个计划吧？在国发会里面，我知道。好，在国发会现在正在规划的国家级投资设置方案里面，那院长可以请您说明一下现在的进度吗？这个部分可能要请陈主委来说明。这个我要跟苏委员说明，现在正在规划中，那我想应该在短期今年应该就可以来成立。那请问你的预算规模预计是多少？当初这家公司大概预计是100亿的规模。那你觉得和其他世界各国来比较的话，我们这样的规模算大、算小、算合理？我觉得应该是合理的规模了，合理的规模和其他世界各国比较起来，因为在初期的运作，因为还需要累积很多的经验，所以是初期。那这个初期，那我们的中期大概什么时候会来呢？因为过去没有做过这样的计划啊，所以我觉得是要花一些时间啊。所以当然在这个规划里面，陈都刚刚苏委员讲的这个南向的市场，是将来这家公司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之一。主委，就本席的理解，国家级的投资公司其实就是一般所谓的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这样的概念。其实用我刚刚从一开始在说的，用人民听得懂的话，我其实有想到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我们的金九公司。那金九公司，我们姑且不论它的营运绩效如何，但是以现在实际的状况来讲，它确实为金门县政府的税收增加了不少，也提高了金门县民的福祉。所以事实上有很多人甚至是把户籍归为金门人，希望能够享受这样的福利。人一般民间就在说，白话讲，这个叫做用脚投票啊，就是我想去做金门人，让那里让自己的福祉可以更多。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单位，这样子的基金来为台湾这增加税收，其实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但是刚刚主委说这是一个适当的规模，可是我比较了其他的国家，我觉得我们的规模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小哎。我们是跟委员报告一下，可能现在还没有要做这个刚主那个委员讲的主权公司的这个规模，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投资公司的概念，所以等我们整个规划完了再来跟委员报告。所以因为这样，所以开始不需要有这么大的这个。我想今天我刚刚在这一段的部分的话，一开始就说这是一个大胆的建议，是我认同行政院的方向，而我认为其实这一个计划如果一旦实施，不但是有机会
跟上世界的潮流，为国家增加税收，同时也是一个政府带头投。好，谢谢苏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我们请蒋委员耐心执行询答时间为15分钟。主席有请院长。请林院长。蒋委员好。院长好。我想前阵子的台风，这几天的大雨，院长有没有去买过菜？抱歉，我很久没 买过菜。那你知道吧，目前的菜价到怎么样的程度？但我知道很贵，对，非常贵。一颗一把一个一斤青葱250块。是的。对，一条丝瓜60几块、是的，青江菜一斤80几块。嗯，民众什么时候可以吃到平价的、正常的菜价的蔬菜？这个部分啊，其实我们是当然是希望在这个因为风灾雨灾的关系啊，我们是希望尽量能够用进口的蔬菜能够做一点取代了啊，但这个还是需要一段复耕的时间啊，才能够让这个问题能够得到缓解啊。所以政府一点措施都没有吗？目前是有对抑制菜价一点措施都没有吗？有而且照报纸讲，过明天北部、东北部的东部的雨量还会更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对菜的种植产量绝对会受到影响。是的。那进口的蔬菜又这么贵，难道民众要继续买这么高价的菜？300块钱，家庭主妇讲300块钱买不到一餐的菜。您刚刚讲的部分，我们是不是让农、那个、所以政府应该要有一些措施，平常台风来的时候就应该要事先要防范嘛，有的，就应该有蔬菜的准备，对不对？要进口，这个部分应该是有的。对，然后现在看报纸讲，进口的价格又是这么高，高居不下，而厂商来讲，看到供需的问题，把价格提高，难道政府没有任何的措施吗？我们请曹主委来说明好吗？好，蒋委员好。连续三个台风。而且没几周后我们又碰到大雨，那么我们农粮分署去看在培养这个菜苗的地方，现在已经都陆续到各个产区去了。那我个人也到兰州一个很大的一个苗场，事实上都已经种了，我们预估大概10天之后应该是会供应 A 菜类会正常。那么同时，对，10天以后，我们的菜价才可以恢复到正常的菜价。大概要这个10天才。所以民众还要忍耐10天。我现在真的是很抱歉。那有些厂商还可以再赚，继续赚10天的台风钱。我想这个厂商合理的价位应该是应该的。那么，但是我们也碰到刚好我们进口的某些菜刚好它是产末，而我们这里的刚好青黄不接的，应该要接上的时候又受到我们的雨量的灾害，所以刚好我们的萝卜刚好没有接上来。所以我是觉得院长，我们政府总要有一些措施吧。如果是任意抬高价钱的，我们政府应该去处理嘛。好，如何能够在这段时间短期的能够进来蔬菜来抑制平衡供需的话，我们政府应该要去做啊。对，对不对？那当然，农地本身的产量因为天候的问题，你不可能一下叫它马上出来嘛。可是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去做嘛，好，对不对？如果政府都什么都不做的话，那民众对市政府不对政府来讲是不是更加的失望呢？包括委员也就是说院长要来特别补助这些温网式而达到1/2，那但是我们也是缓不济急，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这样子的应付气候变迁的关系，我们希望在明年这样子的温网式的结构能够耐这个强烈台风。我想院长啊，我想那个蒋委员，那刚刚主委讲要10天产量正常以后，菜价才会平抑。政府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时间提前？第一个，我们现在库存的蔬菜啊，已经有库存蔬菜，我们尽量让它释出啊。那么请农委会马上来检讨。第二个，我们也请公平会来调查，如果有任何哄抬这个蔬菜价格的部分，我们一定会来严格来查办。一定要严格查办，当然绝对不能发台风财嘛，对不对？当然，让民众来损失。是的，我想再请教一下，最近看到报纸讲瘦肉精的美猪要进来了，是不是？
目前没有，我们的对这个那个就是猪肉进口不能含这个莱克 多巴胺的规定，我们目前还是是持续是这个采取这样一个立场。可是照报纸看，曹作伟说是农民心里都已经有准备了，这是不是农民心里准备了就表示政府已经准备要开放了？啊，没有，委员，那个报纸是误导。哦，我们是说农委会的努力要跟农民一块，要让我们的成本都更有竞争力，所以院里面就会有细产的增加细产的竞争力的预算。所以美猪含瘦肉精的美猪是不会进来的，对不对？目前为止八只没有一赔。啊，八只没有一赔啊！我想蔡总统在选举的时候也在讲过，不可以有瘦肉精的美猪进来，而且要用10倍的标准来做检查。行政院能做得到吗？我想您刚刚讲的部分，那个10倍检疫主要是针对食安的部分了啊。那么食安部分，当然只要是不符合我们的规定的部分，我们都希望能够用更多的人力来检查，这个是不会有问题的。所以美猪现在不会进来，八只一撇都没有。目前我们并没有，对不对？并没有跟美国去谈这个问题。那日本的辐射食品会不会进来？辐射食品的部分也是一样，就我们是根据科学的标准来看啊，就是因为目前的这个，而且我们还要参考国外的做法了啊。就是目前我们因为对日本食品我的了解是，除了这个核岛的这个灾区之外，其实非核岛地区我们也是有管制的啊。那么当然这个部分管制会随着时间改变，我们会用科学证据来看啊，这个管制是不是啊合理，以及呢如果要去这个跟别的国家去对齐的话呢，怎么做是最有效而且最好的方法。那么而且是一个比较大家都公认是比较可行的方法，这个东西我们都会来考量。除了科学之外，对于民众的健康，政府才要摆科学，就是指的民众健康的证据。我想绝对不能屈服于任何的压力。不会，我们但我们也会绝对不能屈服于任何的压力。没有任何压力、哦。美猪含瘦肉精的美猪，日本的福灾是那个辐射的食品，绝对不能进到台湾。现在是因为对日本的食品，除了福岛之外，福岛以外地区我们也做了很多严格管制啊。那这个部分会随着时间啊的调整，以及呢我们看别的国家做法了，我们会用科学来判断，完全是会以。刚刚您讲的这个就完全以健康啊，是不是有受到影响，以及管制是不是合理，这个、都一起来考虑。也绝对不能受到国外政治的压力。不会有任何的政治压力。我想这个安全的、健康的部分啊，是不能够有任何这个交换的啊，好不好？好，我希望院长能够。但是我们一定会客观的来，您刚才的承诺，我们来客观的，客观来看的，好不 好, 好, 不好？客观来看。绝对不会把美猪瘦肉精的美猪进来啊。那我想再请教一下院长啊，今年。暑假的时候，5月30号左右，气温创天高，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几乎要停电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备载容量只剩下1%多，台电也大量的启动所有的备用的发电机，甚至发电量超过100%，有些发电机组。超过100%，我相信，如果一个发电机组超过100%的运转的话，短期间内也许可以，长时间是绝对发生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年的暑假，我们安然度过，没有停电。那我想请教一下，今年的冬天会不会停电？今年的冬天。会不会限电？这个部分啊，跟蒋委员特别说明一下。那么，今年的5月底那个备转容量降低，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我们有一些机组还在维修了啊。那么等到这些维修机组上来之后呢，当然它的供电的吃紧状况是就比较稍微有改善。但是因为到了夏天之后，那个整个气温是还在持续上升，所以这个需求面呢，要管控的也费了很多这个努力。不过所幸呢，就是没有因为没有一些意外的一些机组出问题，所以我们度过了今年夏天，平安的度过了。那么如果说是对，如果我们如果中间有一个机组发生问题的话，对，那就会停电了嘛。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希望我们的台电的备转容量能够维持在7%左右。那我只是想请教一下，今年冬天会不会停电？但今年冬天主要是，当然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希望为了让夏天的那个机组都能够运转，所以我们尽量在冬天维修。维修的话呢，那当然这个就会让我们的这个电力供给会有点吃紧。
可是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是，但是这个部分目的是为了让明年的夏天能够更安全，所以这中间是有一个调度上的这个压力在啊。那么我们当然我们的台电一定会，我们会尽量的让它能够维持在，就是虽然是冬天的供给会比较少，但是还能够维持在。你知道不知道核二厂的一号机11月底要大修了？是的。对，今天报纸也登，它的管线有破损，辐射增加。台电说没有问题，继续做，反正11月要大修，但大修的时候再一并来处理。这个部分是不是这样子？请李部长说明，我想是不是可能有一些误会？是不是部长是不是可以这样做？跟这个委员报告一下。那个部分现在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报章媒体所说的这个所谓的套模损坏。那个台电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现在是原来是每个礼拜检测一次它的背景值，那辐射值目前还在正常值范围内，那我们已经要求它做每天的检测。那因为它现在是还在正常值之下，同时我们也同时在跟原能会请台电公司，除了跟部里报告，也跟原能会报告。那他所以现在安全上是在你们来讲是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是不是？现在还在正常值范围内。二号一核二厂的一号机11月底大修，要修到什么时候？跟那个按照他的这个规划，通常要修几个月的时间。那我也希望他越早越好。部长，你觉得几个月可以大修修完吗？所谓大修，大修不是拆掉修，核二厂一号机11月底就停机了，是就不能再运转了。是啊，对不对？对，跟大修无关，税修了，是因为它燃料棒要换了，对，没有地方退出来，没有地方放燃料棒，所以核二厂的一号机就到今年的十一月底就停机，不能运转。是的，对，那个部分，那核二厂一号机69万千瓦发电量，再加上冬天机组大修。因为今年夏天机组不能修大修，所以到今年冬天会修。在这种情况下，一下少掉这么多的机组，再加上一个核二厂的一号机，今年冬天会不会停电？按照现在的规划，是我们的供电有点吃紧，可是我们会尽全力让它不会断电跟限电。那到明年的4月，明年的夏天会不会停电？就像跟您报告，目前我们几次做内部，我们现在其实经济部是每一个月开一次的电业。因为部长，明年的4月15号，核一厂的二号机停摆，是，燃料棒要换了，跟核二厂的一号机一样，没有地方换新的，旧的退不出来，没有地方摆，所以新的不能换，所以到明年的4月15号，核一厂的二号机不能用。今年的11月底，核一厂的一号机不能用。那现在呢？核一厂的一号机停摆在那边，核二厂的二号机停摆在那边，必须要到立法院来报告，是立法院通过才能会。是，请问一下，明年核一厂的一号机跟核二厂的二号机现在停摆在那边，行政院会送到立法院来报告吗？请问一下院长。这个部分我来跟。因为今年6月，行政院准备要把一号机核一厂的一号机送到立法院来，发生了很大的风暴，对不对？所以院长就宣布了不来了。我跟蒋委员。原能会的主委说，从此他不会再送核一厂的一号机、二号机到立法院来做报告。如果这样子确定的话，是不是表示明年从现在开始，核一厂的一号机？核二厂的二号机也都不会送到立法院来报告，也就是准备要停摆了。跟蒋委员特别说明一下，其实我们是核一核二厂并没有延役计划，但并不代表它会提前除役了啊。那么至于您刚刚所提到这个问题，这些部分呢，那我们现在政策是这样，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能不用核电，核一核二厂我们就尽量不用。大家都欢迎啊。如果说是核一核二厂的这个它还可以继续运转的情况下呢，放在这边呢，那么如果说是有我们真正是有这个其他的电力啊，这个供给已经到了一个极致的时候呢，那我们还是会考虑，就是我们要不要送到立法院来。核一厂的一号机跟核二厂的二号机，你们到时候还是会考虑。
对，但是我们一定会送到立法院来跟这个让社会大众了解我们的目前的电力供给状况。因为今年11月底，海尔厂的两部机组就停摆了。嗯。到明年的4月15号，合一厂的两部机组也就全部停摆了。所以，如果另外两部不送到立法院来报告的话，合一厂、合二厂就是从此停机了。那院长，你刚刚讲不排除，如果送到立法院来，又像今年的6月一样，有这么大的压力，你顶得住吗？跟蒋委员说明啊，那这个跟民进党的政策是违背的。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就是说我们是穷尽所有其他的方式嘛，包含电力的需求和供给，我们一起来考量。那么我们如果万一都不够的话，所以孩子真的会所有都最后做不到运转核一厂的一号机跟核二厂的二号机吗？那如果是刚刚那个，所以那这样子的话，院长，你的压力会很大哦。核一、核二，你的压力会很大哦。里面呢，如果可以运转，而且是安全无虞的话，我们当然是要送到立法院来，让立法院。好，谢谢蒋委员，谢谢林院长。严委员宽恒及陈委员曼丽之质询已书面提出，请行政院书面答复并列入记录，刊登公报。报告院会上午质询安排质询的委员已经质询完毕，所以上午我们的院会到此为止。下午1:50处理临时提案，下午20:30继续开会进行立法委员个人咨询，经济组咨询答，现在休息。